叫做探家杂木了。当时写他的时候是觉得每个人都是为了一口饭、而努力的工作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权，所以说那时候觉得说，每个行业其他尊敬都有他辛苦的地方，所以那时候刚好观察到自己朋友里面有类似这样的故事，所以我想写这首歌，就是来描述一下探家杂木的心情，分享给各位。爱你的目睭若无爬较紧的